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兴修水利工程，在穿过一个名为睡虎地的农田地带时，一名施工工人无意间发现了一种类似棺椁的东西。而在随即展开的考古发掘中，12座古墓赫然出现。等到发掘到第11号秦墓的时候，发现这个墓的规模还有形制，还有它这个夯土的这个结构，都相比较于其他的几个墓葬呢比较特殊一些。后续呢，这个在这个棺椁里面就发现，当时的墓主人的旁边身侧都有很多大量的秦简，后来就是大家认定为这是个秦简。1975年12月，这次发现的睡虎地秦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发现的这个秦代的这个简牍，它是具有划时代的这个意义。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震动了考古界。睡虎地简牍总共有1150枚，另外还有80枚的残片，最主要的就是秦朝的律令文书。这些秦朝律令的发现，对我国的法律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法律文献，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就是唐代的《唐律疏议》，但是在隋以前，我们国家的这些律令文献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这次法律的这个发现以后，也揭开了我们对秦代法律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其实秦代的这个法律内容非常的丰富，有些也确确实实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睡虎地秦简田律里面规定的，这个2月的时候不能够采摘这个幼苗，不能堵塞这个水稻，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草木旺盛的时候，这些行为才可以放开。在印象中，秦代的法律以严苛著称，但是通过对睡虎地秦简的解读发现，秦代实际上并不都是如此的。他对于家庭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的关怀都非常重视，并直观地体现在法律文献中。秦代当时他的这个法律答问里面就有一些关于这个尊重父老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对于殴打老人不孝呀，是要严厉的惩治的，甚至如果说子女如果要告老人的话，这个官府是不予认可的。如果在大道上看见有人伤人的话，如果你见而不救，这样的话是要论罪的。考古人员还在4号秦墓中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家书，这是名叫黑夫和京的兄弟俩写给他们哥哥钟的信。信中他们先是问候了母亲是否安好，说到前几天他们在战场上走散了，但现在又碰到了一起，然后希望母亲可以寄些钱做一些夏天的衣服，并说他们即将又有一场大战，不知道会不会受伤。两份家书写得非常的感人，他描述了这个当时作战秦代在扩张的过程中作战的一个艰难的一个场景。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家书呢后来呢也被这个墓主人呢放在了这个他的这个墓中。当然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他的这个墓主人是这两位世祖黑夫和京的哥哥，他的名字叫钟。他呢为什么后来我们揣测他把这个两封家书放在了这个墓中呢？可能是后来这个两封家书写完之后，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京后来就死在了这个战场上，也就是说他这份家书就成了绝笔，也是令人非常的感慨万千吧。睡虎地秦简，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秦代生活尤其是法律的认识。秦代的法律内容，它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研究睡虎地秦简对于法律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